一件很好看的，我也好，你好。我们好奇，对，然后就有就是，因为我们看台很多。
行啊，哎。90度比你在滑冰啊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枪来的帽子。我看，我在滑冰。现在新竹啊，戴这个不稀奇。你穿台积电的衣服买菜就贵30块，连电的贵20块，滑冰的不会贵，可见滑冰。妹在中德刚开门的时候在这里，真的啊？然后做了几年离开。什么部门啊？他是公共关系。哦，公共关系，那我们那个，如果是制程的话，就是中国之前。中德现在比较好了，好像前两年很累。我是今年才过，今年年初。是啊。乖啦，你来。哎呀，不要推我啊！没事没事，别上来。对啊。欸、很有失落感呢。哇！这背景很棒。照顾他们呢。Yeah.
你看一下，来。